哦，两个人就满七十，那所有的人，大家人都要接。闹热得很，让你二脚干。为啥？闹热得很，七十走。你上午拿回去哈。真的快哟，正规了差不多了。啊，这个是王八油，白菜菜。是的。紫菜没多到的，不是的，要不要当个锤？那个是每天都一大天天大。真的有点丰盛了，这个是凉菜的，这里头边的，热菜就在外面，蒸笼这边的。他们这办事就相当于也是一条龙了，桌子摆得都很完整。今天他们都是五家，全部人分开来，来来春节办。这碗小面可能多香了。我认不到。啊，那个。这个我烫的啊，油炸那种哦，油炸的烫的啊，啥时间炸的啊？啊，就是这样，有三十两个，家里晓得是那个油炸的，我眼睛都被你炸的急，眼睛都炸的油，那后头我怎么可能弄多久的好呢？啥子慢慢这个活儿成就了？热的我热的，我干哪会儿干嘛去了呢？今天又干，今天又干，热的热的，我拿这个不要的没问题，等会儿歇嘛呀。你们把这个拿的就是做嘛？你那个就你那边歇，那边放着啊，那边走。哦，这一边走哪儿？人家歇，那我走，我们再把歇是吧？那边长得好漂亮，好帅哟，好帅哟。哈哈哈哈哈哈。哦，今天我们那边刚还在用，传统的还是用啊，今天的牌子啊。啊，那就是啊，啥子买贵呀嘛？我看到买贵呀。啊，你们那啥子味儿呀？确实长得黑啥子。哎呦，你这有的四岁了，五岁了，这幼儿园都两年了，两年，两年，两年，他没得好点子，两年两年了就。哦，走了，又这少少我们少了啊。这个就是铁蒸笼，里面烧白、干烧肉、扣肉、红鱼当头，都在这一边的，一口锅就搞定了。我们以前是用的那种蒸笼嘛，现在用这个儿。又卫生，看着又舒服，又好收拾，又方便又安全，一口锅就搞定了。
Thank you.